现在打开的话，那等一下你们都不会。我是因为你等下在电视上。对啊，你等下在。我想要近距离观察。不要我。要 hit 要 strong 一点，所以我现在我的奶奶超硬。但是重点不是我的奶奶硬不硬，重点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精彩的表演。那拉拉有期待他那个西装外套会打开吗？他按照惯例都是会打开的。我有穿了，怎么会穿？我以为你没穿呢、欸。现在先脱。还有没有外套？我穿的会。你等一下会开吗？他一定会开的。他一定会开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开的呢？这不是你在 Legacy 都开了，小巨蛋不开。所以你里面那件是插到肚脐那种。不，很低啊。哎，你什么知道？我会打开一下。你们等一下就肚脐的那种。哎，如果我现在打开的话，那等一下你们都不会。我是因为你等下在电视上。对啊，你等下在。对，我想要近距离观察。不要我，拉拉心。太辛苦了。你刚刚没有看到整个探过去。我想说你们都看到了，我怎么可以没看到？拉拉其实已经。看过我没有上衣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哪有啊？有啊，也上过，有。但是我还摸过人。我想起来那个触感好硬哦。啊！然后现在穿加粗版，现在不再想要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了这个演出，我这个月。我运动得很厉害，对，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拍那个美食节目嘛，所以每天都吃很多。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不行，要 hit 要 strong 一点，所以我现在我的奶奶超硬。厉害！你是等下明天只上这一段，然后今天这个精彩演出都没有。厉害！厉害一下了。但是重点不是我的奶奶硬不硬，重点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精彩的表演。压轴精彩表演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唱很多歌，是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